我就知道您今天一定能回来，我给您备了参汤，给您端来吧。不必了。师傅，您受伤了。把门关上。我是叫你出去把门关上。啊，师傅，师傅，我看看您的伤。师傅伤得好重啊，我帮您上药吧。你忍着点啊。师傅，您以后进宫当差，还是把我带上吧，多少有个照应。 你就这么想进宫？师傅，咱们季风馆本来就是陛下的安慰营，我早晚要进宫当差的，而且以前呀，我年纪小，现在我已经长大了，弓马娴熟。再说了，晚去不如早去啊，你忍着点啊，省得每次我都要在家替您跟卓英担心。 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